我是大星。今天我从我的小杂货间里面翻出一箱非常有历史的泥，应该是我一年多以前用了两桶白胶做的牛奶起泡胶吧，已经化得很彻底了。不过我还没有闻到怪味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来拯救一下它。然后换个新盆倒进来，之前做的时候应该是加了很多牛奶香精，所以现在奶香味很浓。因为之前做的时候肯定各种起泡材料全部都加过了，所以这一次呢直接加点鲜泥水让它重新成型就好了。其实它也没有化得很夸张，还是挺粘稠的质感的。总算给它们混匀了，现在的手感是比较厚实的。起个泡，奶油纹还是很明显的。等消泡之后再给大家看吧，想看消泡的小伙伴们记得点个赞哦，拜拜。